开始了 ，OK， 开始上课喽。好，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线上手语教室。手语教室，我是龙老师连桥，我是听人老师如君。你喜欢露营吗？把天空当作屋顶，草地当床，看满天星星，还有虫啊鸟啊在叫，看着小孩子到处跑，自由的跑来跑去，好开心哦。是，但是露营真的好玩吗？我看好多人去露营，要先准备好多好多露营的东西，还要准备吃的食材，然后等开车到了露营的地方，要开始扎营，还要炊煮，结束以后还要再拔营收拾，比上班啊还要累。不管你喜不喜欢露营，先跟我们学一些露营有关的手语，开始今天的手语词汇。OK， 第一个，露营。好，我们先用三，好，露营。为什么是三呢？因为那个童军是三子里。所以常常童军常常露营，所以我们就用三来当露营 OK。 然后帐篷呢就用手啊，比较大，要扎营钉，所以露营 OK。 下一个睡袋，这是什么呢？这是一个人，挤进去，然后再拉拉链，所以手语就是睡袋。OK， 好，下一个，羽绒衣，这个是什么字呢？毛衣。很冷的时候，冬天呢、会穿羽绒衣保暖，所以就是比这个毛，羽绒衣，然后拉拉链。OK， 下一个，手电筒，亮，手电筒亮。你家里如果停电了，或者是出去外面很黑的时候，可以用手电筒。这一个呢，聋人很需要，万一停电了要比手语怎么办，都看不到，但是那个手电筒比很像那个鬼好，但是可以就要看到手语。OK， 下一个，头灯，一个袋子然后会亮，头灯。或者是怎么呢？戴上去，然后灯亮，头灯都可以。OK， 接下来这个租借，常常用的手语哦。以前一开始的手语是借过来，后来呢，第二个手语借又出来咯，借。这两个都可以，来，第一个借或租，第二个借。如果跟我借，那就是借；如果是我跟他借，就是借。好，钱，这是谁给借给我？连桥老师借给我。好，钱，那就是如君老师借给连桥老师，这样清楚吗？它有方向性。
OK， 好，下一个，节省这个钱呢，咬在嘴巴里面很珍惜，节省，节省，节省，像哈、哦、这个钱，慢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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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累积就储蓄，然后节省就积少成多，你们要存钱要节省，以后请我去玩，知道吗？请我吃饭，知道吗？记得哦，要吃牛排。老是这样，老是。连乔老师很节省，我认识他那么久，不管我们在哪里工作，他就算是迟到，他也不坐计程车。他说要节省，不是我家哦，我有房子要贷款。好，所以要存钱。好，乡下，好，我要去发钱。OK， 好，下一个，简单，很冷。这个握拳，好，握拳打冷战，很冷。OK， 下一个温暖，好像有把火在这里烧，温暖。再来，夜游，晚上玩，晚上玩，玩呢可以，也可以游，也可以用这个二的游，啊游，夜游，或是夜游 ，OK， 泡汤，温泉，人泡下去，冒烟的温泉。人泡下去，温泉，或者是直接泡进去洗澡，洗澡温泉都可以，两个都可以。OK， 下一个泡什么呢？泡面，撕开的面，撕开的面就是泡面。有龙朋友呢，也有比什么手语，然后你把它捏碎，那个是以前吃科学面有没有？好，就不一样哦。泡面我们用撕开的面，以前撕开的面多，现在都是那个碗啊，然后撕开，然后水倒进去，但是呢，手语还是可以用泡面一样。下一个山，很简单哈、哦，山的形状，山，台湾的山有好多好多山，风景很美，是台湾中间啊、哦，中间都是山，中央山脉山。好，下一个云海，云。就云海就是漂浮在空中，好，慢慢的云海是 OK， 日出，太阳升出来，太阳升出来很美吧？那如果相反日落呢？日落。不一样哦，好，日落，好，下一个，应该是日落，日出。老师觉得这是日落，是不是？好 ，OK， 草原，草，然后一大片草原，草原 ，OK。下一个森林怎么比呢？这个就要立起来咯，森林，森林到处都是树，刚刚这个是草，你看这个高度，对，这个是森林，这个是草原，就不一样哦。好，还有这个森林浴，对啊，森林洗澡的意思是什么？森林浴，
不是真的洗澡，是森林，然后去吸收它的分多精，对不对？树，然后人在这边吸收分多精，森林浴。OK， 下一个，叶子，叶脉，叶的形状，然后一个叶脉，叶子，叶子。OK， 下一个，枫叶。有三叶有五叶的哈，你就可以大概画一个三叶或五叶。枫叶，枫叶，像这一个哦，就是五叶的哈，五叶的枫叶。还有，如果枫叶常常有人会加红枫叶，就更清楚了。红枫叶，黄枫叶。绿枫叶就很清楚。OK， 好，下一个水蜜桃，好贵，节省的人不吃。如果照字面的话，水蜜桃，水蜜桃。如果简单的手语就是桃子，有没有？还有这个桃子，我觉得好好美。一个盒在里面，桃子很甜哦，很贵哦。这个桃子啊，也是我们台湾的一个地名，是哪里？桃园，哎，桃园啊，一样的手语。OK， 好，下一个虫，虫是往前吗？我好像习惯玩虫。虫呢，你看哦，在这个是什么意思？在地面下钻的虫，在地面下钻的虫。好 ，OK， 有专门什么虫吗？地下的虫，地上的虫，好，就不一样哦。这个虫是在地上或是地下，还有树的虫。看是什么样的虫，地下的话就是有一个地面，然后在下面的虫，然后跑上来钻洞的虫，在下面的虫，冒出来的虫，各式各样的虫。好，下一个，简单，尖嘴巴的有翅膀的鸟，鸟 ，OK， 空气。天空，空气，这个进去抓什么东西都抓不到。空气，空气，干净又新是什么？清新。东部，台湾的东部，空气很干净，很清新。嗯，好，下一个，新鲜。新鲜，新鲜，新鲜。好，观赏，把东西抓来眼睛。好，观赏，观赏，观赏。像刚刚那个日落，老师在森林、草原、星星。好，就是不一样的观赏。OK， 下一个，结束。好，然后现在开始复习手语，我们要闭上嘴巴咯，看这个字和图片，然后想手语怎么比哦。开始。
现在呢，接下来我们要开始手语绘画咯。我们一开始不说话，大家看我们的手语，看懂的话是最好，看不懂的话等一下再翻译给大家知道哦。现在比手语不出声音。OK， 看懂吗？还不错哦，看懂吗？现在翻译，然后一起加手语，跟我们一起学哦，试试看。最近我好多朋友都迷露营，我也想去露营玩玩。露营东西要花很多钱买哦，像是帐篷、睡袋都很贵，花不少钱呢。睡袋啊，我自己有；帐篷我跟朋友借，可以省钱。你和家人一起去吗？几个人？开车去哪里露营呢？我和家人一共四个人，开车去桃园拉拉山。哦，边开车边看风景，很不错哦。在山上露营有什么好玩啊？山上可以泡温泉，看日出，云海，还可以在森林里面散步，呼吸新鲜的空气呀。秋天，枫叶会变黄，变红，满山满谷啊，一定很美。还可以怎么样呢？
摘水蜜桃吃哦。晚上我要带头灯，拿手电筒去夜游，看看山里面有什么虫、鸟的种类有什么。山上很冷，气温很低，去露营记得要穿羽绒衣才会温暖哦。清楚吗？连霞老师刚刚的羽绒衣有加一个什么小鸟，对，这样又更清楚。鸟毛的外套就更清楚了，是羽绒衣。有看懂吗？ OK， 好，接下来我们又要玩猜谜咯。我要表演动作，让大家想想，知道告诉我。对，今天呢有好多老朋友又回来了，我们看到很高兴。好，所以今天呢，线上手语教室的一起露营的朋友可以猜题哦，要看连桥老师表演。你们露营会带这个东西吗？是什么东西？看动作，第一题开始。有没有答案？可以打字，也可以烤肉架吗？烤肉架，不是，好，再一次哦，再一次整个哦，哎呦，有人答对了耶！好，露营车，再表演一次，厉害！里面可以洗澡、睡觉、烤肉，是。Max 吗？太厉害了哦 ，Max 是谁啊？恭喜你答对。好 ，Max 答对了。第二题，你去露营会带这个吗？很简单吧？什么东西？妈。哦，有人，Jenny 答对了 ，Jenny 答对了，充气床。好，第三个，你去露营会带这个吗？请看，你们一直笑，要猜谜呀。吊床哦，这个太简单了。Amy 说太简单了，吊床。下一个，你去露营会带这个吗？没有吗？再一次。有人吗？野餐店有一个是猜野餐篮，是野餐店。你看老师再表演一次。好，老师摆开以后还有拿石头。然后老周在上面吃东西。好，哇，柯老师和他的孩子也来了。好，下一个，你去露营会带这个吗？什么东西？电风扇，答对。好，再来，你去露营会带这个吗？
又答对了，答对有好哦。一个是 Jenny 答对了，一个是 K 也答对了。冰桶，所以再一次。手语要怎么比呢？冰桶，冰桶 ，OK。好，下一个，去露营要带这个吗？有没有？哦，瓦斯炉，瓦斯烤肉架。瓦斯炉保温箱，对，卡式的那个瓦斯炉，对对对对，辛苦了辛苦了。好，最后一题，你去露营要带这个吗？什么东西？再一次，再一次，猜不出来。哎，折叠椅答对了，俊答对了，拿来打开，打开，躺上去。折叠椅，厉害厉害。这个是谁呢？折叠椅啊，俊，你说你好厉害，好，都猜完喽，大家很厉害。就是这个都是动作，就是意思呢，手语不会有时候没有关系，用肢体动作去表演一样可以沟通哦。 OK， 露营啊要用到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，我的车子很小，实在放不下，我看呢我不适合露营。现在啊很多露营的营地很豪华，东西准备的很齐全，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啊，租都可以，自己大包小包的带上去啊，已经不需要了，真的啊？是吗？好，那我就可以考虑去露营咯。有空的话记得约我跟你们一起去露营，好不好啊？好啊，记得哦。谢谢今天和我们一起露营的朋友们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今天协助我们制作投影片还有线上播出的幕后团队，他他他他，辛苦咯。线上手语教室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